究竟百鸠几年前不同语言的人是怎样沟通的呢？今天就跟南哥重现这个情景了。喂 ,Hello! Hello! Louis! Liani! 什么 ?Liani! Indonesia! 去哪里玩啊我们现在？阿公教导我没阿爸。那你没阿爸？阿公教导我没有阿爸。哦，我们走去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吃东西。不吃嘢，Hello， 我的朋友 ，Hello， 菲律宾 ，Indonesia， You're Philippine and Indonesia。哦，呢度原来是菲律宾地图，不是印尼地图啊！原来死火了，去错地方喎。今次真是论尽了，约新朋友出街又会约错地方都有的。虽然这里是菲律宾人的地头，但我想搭下台都无所谓的。好彩有 book 位啫，哎，快啲嚟啊，喺度。哎，你有带嘢食？呢嚿系咩嘢嚟噶？呢嚿 daging ayam。daging ayam。daging， ini daging ayam。哦。鸡。ayam 系鸡啊，原来。俾大家睇下咩叫 ayam 啦。哎呀。哇！但不要被他的樣子騙到，其實挺香的。嗯，好香。我這樣吃啊？不是，pakai ini kanan， ini lebih bagus。ini tuh nggak boleh dipakai kalau makan。哦，左手用嚟咁樣，右手食嘢係咪？所以不用左手吃。啊，咁樣嘅原來。OK， 我用左手吃。哎，你左手收翻埋先。ini lebih baik， ini tidak baik。Enak。end up 哦 ，end up 即係好食 ，end up 哎呀，真係好食喎，係食唔食啊？嗯 ，no，very good，end up 教我 end up 冇用噶喎，人哋菲律賓人咧聽唔明啊。Dia tahu dia mengerti。哦，佢話唔使理噶，好食咧係無分語言嘅，佢就唔使理佢哋，繼續食係咪？哦，佢話係啦。點解成日對我淫笑嘅？仔，你知咩料噶啦？啊，国际语啊 ，diesel， 哦，印尼嘅纸巾系 diesel。我见香港嘅女佣咧，好中意咧同自己亲朋戚友啊、男朋友啊 FaceTime 倾偈噶嘛。不如我哋今日试一试咯，打电话，你个朋友。teman 朋友，收听下先。teman baru， 我要收线，原来要收线啊。kamu ngomong hello。哦 ，hello， 啊呢个我识 ，hello。阿伯。kabar。kabar， 原来阿伯 kabar 就系 hello 嘅意思喎。啊，香港就你好。你好。OK。啊，经过一个晏昼嘅相处之后咧，原来咧喺冇翻译嘅情况之下，原来我同佢都沟通到嘅时候咧，就介绍翻我哋香港人嘅文化俾阿 Liani 啦。啊，我哋行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啊。你自己都冇文化，你可以介绍到啲咩俾人啊？我而家就带你去买一套香港嘅特色衫。哇，呢件 Deep V 喎，好性感喎呢件。哦，嗰度啱唔啱啊？哦，自己玩原来。哇！呢件穿完好似徐小鳳喎 ，OK 咯呢件唔 OK 咩？教你講價，教你講價，你同佢講平啲，平啲就係 no， 平啲，平啲得唔得？佢都咁樣講咯喎，平啲啦，揾幾千蚊一個月嘅咋？你講多兩句，話唔定佢俾咧，平啲啦，30蚊啦，得唔得？30蚊啊嘛 ，OK， 30蚊俾錢。咁平啲 ，Indonesia。lebih murah。又學到一句印尼文啊 ，lebih murah， 平啲。印尼朋友連講緊都學識埋，今次文化輸出真係大成功啊！但係點解新朋友個樣好似悶悶不樂咁嘅？佢只要咁話，我諗做咩唔開心啊？係點解咧？腳尖文啦，我唔啱著腳尖文啦，就係唔啱著，係咪啊？腳尖文啊！唔啱著，唔啱著都唔緊要啦。我哋體驗香港文化最緊要咩啊？講價掃街，係咪？嚇 ，Let's go！ 今晚啊！呢個雞蛋仔，
Anna 燒賣都 Anna 噶喎，你想食邊個啊？你指俾我睇啊！原來怕醜啊，唔講嘢，原來乜都想食，衰啊！哎，一隻手唔掂得。呢啲係叫咩啊？薄康。薄康 Anna 好食，薄康舒服。有咩好笑啫？學嘢啫嘛。燒賣呢個，呢個都 Anna 噶喎，整粒。daging babi, saya tidak makan daging babi. 呢個我懷疑明白喎，呢個佢可能唔食豬肉喎，呢個唔係豬肉嚟嘅，呢個魚肉嚟嘅，唔係daging babi。呢個係燒賣，嗯，雞蛋仔，哥哥哥哥哥，蛋，啲印尼人一食嘢就會笑嘅喎，系啦，好食，好食啊！即刻印度尼西亚点读？傻麦，好，俾粒傻麦我食啊！今日成日最记得呢个傻麦啊！你讲下你你今年几多岁啊？你今年？哦，三十，哦，三十岁，你？澳门，澳门，澳门，我二十，男。哦，26岁，嗯，六啊，六啊，男，男，我真系好开心可以识到啊！你系咩名？Liani，Liani， 真系好，真系好开心可以同你做到一个好好嘅朋友。其實一開始咧，叫我同阿 Leoni 相處一日咧，我係覺得做乜撚嘢啊？大家又唔識講嘅語言又唔同，同佢相處完一日咧，佢個笑容好真摯啊，笑容啊嗰啲呃唔到人噶嘛。如果佢笑嘅話，即係佢係中意呢樣嘢，佢個樣好抗拒嘅話咧，就即係唔中意呢樣嘢啦。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你要識朋友，其實唔同國界唔同語言，你只要敞開你嘅心扉，你一樣可以識到朋友。同 Leoni 做朋友，同我啲普通朋友有咩分別？個分別係在於佢嘅文化背景咧，同我完全唔同喎。關於印尼嘅文化，想知道嘅嘢咧，都可以由佢嗰度得知。正所謂禮多人不怪，我哋一定秉承住呢個香港人嘅文化。凡係識到新朋友，一定會送禮物俾佢嘅。呢個就送俾 Leoni 啦，呢個。謝馬加斯。謝馬斯。多謝咁解，原來希望你食到家鄉嘅味道。咦？點解佢笑得咁勉強嘅？唔得啦，我一定要攞祖傳嘅最有香港文化嘅禮物送俾你至得。哎，揾到，入邊有曬啲香港文字啊，香港特色建築物啊，好有香港特色噶。唉，呢個俾你啦，呢個俾我俾翻我食啦。幾真子，我終於見到佢啦！耶、yeah! ！經過近南哥嘅實測之後，我已經充滿信心同唔同語言嘅人交流啦。佢得，我都得啦。